有剩低佢嘅包盒立美文士佢啦，佢哋叫佢起嘅吃立美的定昂士啦，都系啲腊肉，冷冻腊肉48小时，点啲头嘅？哦，腊子系皮嘅，20小时。猪肉肠38，三铁肠42，鱼骨就45，鱼咧碎嘅45，系二上一两都乜都唔食，身下软啊！养鸡肉软啊，好啊样啊！煮条鸡肉软啊，同你腊鸭啊，真贵！哇，真奶带筋！有条鸡肉腊肠啊，18元，按红肉边。食六蚊貴，食六蚊薄，毛皮嘅臘鴨皮嘅30蚊一薄，鴨鴨翅粉嘅40蚊一件，臘鴨腎嘅129蚊一件，紅燒嘅肉丸嘅三鐵嘅就40蚊，就食六。40元一件，哇，好滑啊！两只，一大只，啊，长鱼八的个，所以鱼八的两成，肥肉的八成还瘦肉的个咩？要吃九蚊包，等于八成的九个都吃九蚊包，一成肥肉九成还瘦肉的个。鱼八都同你去食五蚊只，你响啲腊味嘛好吃嘅咧，太香口，太贵死吃嘅呢只好吃。那你收果上嘛，还有几蚊？50蚊，一斤完呢只哦，贵啊贵只哦。他们都真人名色呢，就南文，他南文佢有即解佢啊，就嘅健康孝病佢，健康孝病佢就咩？他们都真人名色啊，那系啊，存款，存款都冇得下嘛？芽菜、胡萝卜、冬菇，哦，几钱条啊？5蚊，那做乜解呢？做乜解六蚊？叉烧咸蛋黄。哇！要啲球噶。凤肠。哇！呢？搵啲牛肉酥啦。牛肉酥叫噶？叫点贵？3蚊。3蚊。我呢样叫你。你胡个胡葵个，胡个春款。一个春款。一个糯米解。我哋够啦。5蚊你。牛肉日鲜啊！你多住买呀？你好易摇翻得死，系啦。你讲你好易摇呀，好摇好个样嘅呀。哇，嗰啲咸煎饼要用个样噶啦。唔系，嗰啲好咸煎饼要样噶啦。嗰啲好个样噶啦。贵有但是啊。系咯。哇。哇，你要再抢啊，按抢啊，肉抢啊，按肉抢啊。肉抢啊，肉抢啊。要上肉白骨粥嘅咯，可以。哇，捞埋几钱啊？14蚊。3蚊、6蚊、5蚊。14蚊。喂，几好啊！老板娘，哇，还给恁水礼物。老板娘要两朵哟。系啦，还给恁水礼物真得啦。14蚊。呀，两斤一斤到。就走要抢哈，中午三点半要抢。哦，多谢三叔。啊，要抢，会要啊。是啊。啊，热到樽喉啊！你个买话，热到樽喉啊！行过头啊！行过。啊，热到个樽喉啊！系啦，趁热呢个稀释量嘛。系啦，系。
好。哦，好想见那个。又要出款啦，辣椒粉啊。哇，又系诶，富泰百货厂嘅生意啦。系啦，系求交友。咪拉喺见就喺书店。老板娘好赞你的哈。好好，多谢晒。哦，要个三饼，三饼叫咩名啊？真好呀。含三饼表要去到场啊。你好，我是喊食卫生的 Thomas 啊。我除了海景群的刀坦之外咧，我还海景刀坦中则成嘅灯帽，四门灯嘅帽，四门灯嘅帽盔片，我都翻到去用灯帽。红粉用嘅经验冇少未少，又唔知计食啩？我系食得好嘢，要灯冇好嘅，佢要卖刀坦。胡明少，卖，哎，几好。做军题啊！吃回的东西，现在好累，好累的了。是我叫的咯，我叫南门市长会办呢。啊，你叫南门市长会办。南门市长给我们两个人去人机包养。阿姨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照着看一下你那个饼漂不漂亮啊？哇，这个煎饼哦，爱饼哇，爱煎饼好呀。哇。欢迎客收款。爱煎饼，那个是大饼。昨天没得包啊。啊，有菜包啊，肉。菜包嘛。有菜包吗？菜包卖完了，只有一个了。哎呀，啊？还有吗？只有一个了，不够了。还有一个。啊。买一锅菜包呀。啊，就在那个。那捆。啊，捆的小笼包最好卖呀。5块。五块。5块，拿一笼吧。啊，这款你有个晒晒堆个馒头堆哦，馒头堆，成款啊咯，馒头堆，啊，五斤啊，小笼包，拿个，我个小笼包，啊，还问一个菜包呀？哎呀，这里就一个菜包。哦，几钱块啊？这个是1块钱一个。一个，一块钱。安徽的两小笼包啊！安徽的小笼包，一起6块钱。六块钱啊！啊，六分。啊，好热嘞！你哪一家店？你们是哪里的阿姨？北方的。北方，北方来这里做也挺好的吗？北方来的狼啊！啊，好热。这个馒头，小馒头怎么卖的？8块钱一斤，哇，这样买二两来试一试吧。你就买2块钱吧。2块钱，好。这个论称哇，啊，论称的，完全称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录视频啊？啊，录视频，给你做广告。哎呀，把我录进去了。啊，你这个怎么卖呀？这个是9块钱一斤。哦，也是按斤，5块钱一斤。对。哦，哇，好好看哇、哦，也好好吃的哇、哦，看着。哎呦，闷了包。你也是，你也是香港人，广东话你能了解呢？稍稍可以听懂一点。哎好好讲。你的话，老板娘啊。好的。啊。来这里做了多久啊？来了20年了。哦，20年，已经成为新台村人了，新会山人了，来了。来的久。回山欢迎你。啊，好呀，好呀。谢谢了。哎。生意好一点哦。哦，好。生意兴隆。好的，有好玩的什么样来留言呢？我们去买个刀塔烧了，有没有个大爷讲？抗卫冇乜为阿伟个无奈，抗卫只可以系个工咧，佢系做一间摄影组嘅职业嘅电视老婆嘅。买几堆啊？买个几堆，我讲睇你个，你都好笨呀，大妈。啊，老板娘叫的嘛。系啊，系啊。啊啊！啊，十八斤。十八斤。
关门，你听你个大佬。哇，叫叫叫羊啊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来杭州会人欢喜收纳啊。经常碰见老板娘。经常的碰见啊，老板娘啊，那几个呀？几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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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卤米吧，那米的，几对几几的。那蒸一壶奶的天奶，这个鸡鸭扒呢？啊，啊，鸡面糕呢？啊，那鸡面糕要改一点，鸡面糕。我大伯干锅就买熟温了。改一点，叉烧烧鸡。干锅就买了，烧鸡。那命我也买大的。老板娘呢？老板娘呢？那肯定我没嘛，一弄发长鸡嘛，我再烘烘油嘛。我蒸鸡腿呢，发长鸡嘛了。我发长肉鸡嘛。我到外面做。十八蚊啊啦！十八蚊啊！啊，芝麻，芝麻花生。这个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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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东西